五段枪术共有44个动作，是晋升中国武术段位级别的标准考评套路。这套枪术动作流畅，舒展大方，枪法简明实用，编排精巧，结构严谨，是中国武术中的经典枪术套路之一。本教学篇由全国武术冠军花丽娜表演，并做教学示范。